离开高山上的多纳部落，我们要前往平地的美元部落。卢凯族的美元部落就在县道187线旁边，沿着县道187线两旁盛开的燕子津，好像张开双臂迎接我们似的。哇，好漂亮哦！这是，哎，应该是燕子津啊。哇，现在开花，开这种粉红色的花，超美的。羊子津呢是春天开花，燕子津呢是秋天到春天，那么羊蹄甲是秋天开花，所以这到底，哎呀，不管，重点是我今天呢要用这个树叶呢来折一个我们小时候常玩的一个小玩具，是什么样的玩具呢？待会你就知道了。好，人家呢，哎呀，是一秒变格格啊，我呢是一秒变天牛，怎么变？你看。这是叶子，对不对？噔噔，这这这这这，耶！你看，哇，天牛出现了，再折一个，啊，两秒，两只天牛，再来折一个，噔噔噔，三只天牛，再折一个，噔噔噔噔，快快快快！四只天牛，当当，再折一个，当当的，快快快快的，张张张张，总共手上有五只天牛，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树叶呢，可以折成这么可爱的小天牛，哇！乐哥，你很厉害呢。小时候你们常常玩这个是不是？那不是天牛呢？哈，这不是天牛哈？那是牛啦。啊，这是牛哦。啊 ，OK 了，都可以了，反正就是小时候你们常常用这个玩游戏。对呀、啊。哇，你们小时候蛮无聊的嘛。啊，没有。哦。对呀、啊。